Hello， 我是玉琪。自从几年前在东京的 Skytree 吃了一次文字烧之后，我一直都很想去月岛试下正宗的文字烧。这里就是月岛西仲通商店街，听说有成70多间文字烧的店铺，这么多的，真是花多眼乱都不知道选哪间好啊。最后选了这间网上有人介绍过的伊罗哈，这个听说是必食的明太子麻薯芝士文字烧，这里还有图教你怎样做文字烧的，所以不懂做都不用怕的。我的朋友就教我放落铁板之前最好捞一捞它先。吃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辣伤嘴啊，因为明太子本身就是偏咸的，所以用来送酒就刚刚好啦。这样压一压它就会有一些焦焦地的地方，这些就是文字烧的精华啦。我们还叫了牛油烧生蚝和饭辣贝。不用加任何调味料都好好味啊，虽然不是大阪，但是都叫了个大阪烧试下。因为这一天是星期五，老板还出来唱歌助兴添啊。如果喜欢我的片就给个 like 我，还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。